明天就是我女儿的满月酒了，今天大家都开始忙碌起来了。这一次也没啥好忙碌的啊，是没有结婚的多。我妈还想跟你一起抬呢，鸭子。来，腿上。兄弟们不用抬，他自己背起来舒服。你抬你累啊你。你其他的啥就不说了，去把这个鞋换了吧，脚不动啊。这个干亲家、两亲家今天搞了一。他说。他说拿一点那个干的小鱼仔，再给你拿干素回去吃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干妈，他们吃不习惯。谢谢谢谢。他们吃不习惯。吃不习惯。吃不习惯，拿回去那么好东西浪费了。好好吃的。妈好吃。那个剁辣椒真的好好吃。没事。干工好胜酒。干妈不用了，他们那么好的东西不会吃，浪费了拿回去喂猫了都。好皮蛋呢？我这一大早的鞋子都没来得及换。哇，这好红啊！这你忙着呢。这就是三个妈忙碌了一早上的成果。这叫什么？你看看。你还在好多钱？还在好？昂扬昂扬。我们俩吃这一个。昂扬。太烫！好烫好烫好烫。这闻着也香，自己做的皮蛋就是要香一些。大家当时说红墨水不行，我婆婆就搞了一些什么可食用的那个，然后拌了点火龙果，好咸，颜色也可以，虽然没有那么红。那我姐姐是这样哈，过得红火火干的，这个鸡也做来了。我家养的是鸭子鸡。这是罗勇友情赞助的，自己家里养的鸡啊。这全是自己家里面养的鸡啊，这可以、放这里，我们赶紧去捞鱼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够好等。拿到塘边去穿吗？火点强。啊，这扛得起吗？不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跟我妈一起抬着吧。啊，你也抬。走，我回去捞鱼。今天这条好天气，刚好做鱼。今天是打雄鱼，不要草鱼是吧？只要大头鱼啊。我不去捞哎。好。你喊了夏哥哥来帮忙啊？老大，这个视频你拍吧，我帮他发博收网去了。好，来给我。捉鱼了，捉鱼了，让我爸也学习一下，回甘肃放个鱼塘。不甘肃，你得甘肃要有鱼塘啊。一会儿我就运鱼啊。哎，我老子放。来了。来，你再多讲几句给我说呢。来，夏哥哥，捉六七条鱼，起码来了四五个劳动力。你赶紧穿吧，你这个劳动力最不靠谱。这是大阵仗，明天有这样的好温度就好哦。今天天气好好呀。我弟好帅呀，小敏，你这是捡到宝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偷着笑吧。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他会磕。哎呀！哎呀！阿当，你这好深，好深啊！你看，都到夏哥哥的腰上面了。哎，这是在屋里多两条鱼给他。这个人，你是来这里玩的吗？我在酝酿。哇，今天天气好好，天好蓝。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出力。我没钱，我就出力啊！你有钱，你就出钱啊！你会拉吗？加油！加油！这太不公平了，这边四个人，那边两个人。有鱼，有鱼！哎呀，有鱼！有鱼，有鱼！哇，飞了那个鱼！这咋没动静啊？哎，搞罗金啊，都那家下比较在下的多大？自家里面有塘，还是能省点钱的。我家家老是公面家金，搁这荒塘，俺家是在里面鱼是搁金啊，是你搞哈？那确实，这买鱼的钱我就省了。还有带过来？那就很贵，有带过。现在就开始荤鱼啦。这多大嘛？我下了个多一样，没得。有了，有了，你没得了。
我是烤鱼吃的。烤鱼吃的。烤鱼没多多了。哎呀，好浓。好浓啊！今天看一下他们家是用多。你看这路也是那个草自己。这里有一条啊，你下面你那个脚那里。哎呀，这得子，来啊。第一条，一条两条。还没有热的，不留在那里啊？热，还没有热，还没有热回来都好。我操！没看到你，没看到你，我忙着打水。哇，你这鱼好滑啊！草鱼没在着，草鱼滑滑的着。再带多少？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啊！这是个鱼。哎呀！啊，这是个金鱼哎，有鱼哎，能连来就很贵。是的。快点来，再滑不着了。再滑，再滑，再滑。来，给我修啊！你哪有的？我买一条。小爱娘娘要一条大的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！哇！这条草鱼好大呀！哎呀，啷起啷起啷起！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草鱼了。哎呀，给它打青呀！最大草鱼来！哎呀！哇，这应该十二三斤有了。有哦。哎呀呀呀！你没用。哇，这一条真的有十几斤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啊，谢谢。你果果还大。一条够了吗，阿姨？好。电脑，哎，张飞，哦，有又一条，要吗？把它捉住，它过来哟！哇，那个天边鱼包围了，你看，把这两条装上来，过年送到你四川老丈人家去。你这么说，我就对它起了歹心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条，这六条够不够啊？家里还有一条七条，要十条。这里鱼好大，中午拿回去吃。又来一条，这里两条草鱼了，哎，这条草鱼也大。来，这个拿回去，把中午煮了吃。好。别漏了哟。这个有两只草鱼，还是金带个拽哈，有带个。你还看大炮了，我晓得。大炮在没也没那味嘞。硬的那味了，嗯。把车背上我就吃了。嗯。把它一揪的。要不放下去。嗯。都干到了。看这个手术的。我干爸来了。我觉得我这两个爸还长得挺像的。来，提不提得起？那肯定提。还是你有。爸别说那么满。走，回家。我这家有几斤嘞？你要提不动，我帮你提一个。哦，我这是谢谢您呗。亚米，干嘛？这个要不要给你提两条草鱼回四川啊？你自己提。行，到时候我提过去。看，让尝尝我湖南的草鱼。到时候过年我就提两条草鱼去你家提亲。两条草鱼够吗？起码是茅台。行，我先把和鱼生机解决好。嗯，你送到娃机那里去。自己多点来。鸡和鱼已经送过去了，现在把鹅抓起来。我拿两桶摘的哈，你帮忙。哎呀！哎呀哎呀！
你怕咬啊？你怕不怕嘛？走，凡凡，等我啄你了，我妈。好了一团子喽，让我妈上来带团子，我婆婆要做饭了。我们果果这一次满月酒的话，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大家庭一起聚个餐，就随意点啊。对，但是呢，食材不能随意。我们鸡买的自己家养的喂的鸡，然后鹅也是自己家喂的鹅，然后猪的话也是喂熟食的土猪。就大家开开心心吃一顿就行了啊。对，让我们果果也认识一下这个大家庭的成员。